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美呀。我昨天不是说要来办这个营业执照吗？所以今天呢，我就已经到他们门口了。我之前那个营业执照在义乌那边是找中介代办的，然后我自己就没有跑过这个，具体是怎么办的我也不知道。所以今天呢，就过来看一下，刚好这一段时间有空，就想了解一下他这个东西是怎么办的，跟你们想办营业执照的，给你们做个参考。还有，因为我是卖特产，所以还要办一个食品经营许可证。给了我一张单子，就是告诉我这个申请食品经营许可证的一些资料，就是什么营业执照啊，还有做食品销售的话还要从业人员的健康证，这个它还蛮全的，到时候我就会拍一张就放在片尾给你们做个参考吧。其实也蛮简单的，这个东西自己去当地的这个工商这边去弄一下就可以了。我刚好进去人家就快下班了，所以我就简单的咨询一下，因为我今天也没有带材料，我就是单纯的来咨询的。然后他就告诉我需要这些东西，很多东西呢，我网店的话还需要一个网店截图什么的。明天我就去办那个健康证，然后健康证还要去医院抽血，现在就先回家吧。好了，录到这里吧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想知道这个资料的在片尾截图哦。